大家好，我是不知道。我们继续玩我的世界。呸！我们今天来玩《植物人僵尸花园战争》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是一款很早以前就有的游戏啊，但是呢，小白君一直没玩过一代。小白君其实玩过这个《植物人僵尸花园战争》它的二代，但是呢，它二代我没有内存了，所以呢，就把那个游戏删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一代只需要九 GB 就好了，所以我就立刻过来下载来玩。OK。那么这款游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？如果不记得的话，那么也没关系。我们今天就是来重温一下一代，因为现在《植物人僵尸花园战争》它已经出过好多部了，而且现在出了一个新作。那么这个新作小平君也是知道也买过，但是他说要，但是他这个要 Windows 10才可以玩，所以呢，我这个电脑是 Windows 7，所以玩不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来玩这个一代，对吧？好的，那么不知道，算了，OK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说。那么这个一代它这个单人模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单人模式只有这个保护花园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玩保护花园。那么我们是可以选角色的，在我们没有选这个我们要找的这个，在我们没有。选好我们的花园的地点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选其他角色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豌豆射手比较好用，所以呢就先用豌豆射手了啊，因为豌豆射手比较常用嘛，本来就是一个很常用的角色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找一下我们的要设置的花园地点吧。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设在哪里，那么应该就沿着这个路线走就知道了啊，从这走。然后我们这哦对，这边右下角这边会有一个技能点，有三个技能点。第一个技能点呢是这个，红色炸弹，好像是叫做辣椒豆。那么这个辣椒豆呢就可以吸引僵尸过来，也要炸掉。第二个就是加特林，第三个就是超嗨模式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速度加快，也要加快我们的跳跃速度。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好像应该它因为它这个击打的。他这个击打的速度也没有提升什么东西的，所以呢，感觉没什么用。哎，怎么还？OK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设置下我们的花园地点吧。这个地方感觉不太好哎，我们还是选下一个地方吧，选另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呢就不追求把这个打通关，我们就追求打几局就好。我们差不多打九局吧，就打9回合。这个僵尸是真的这，感觉这里设置也不好哎。那我还能选什么？我还能选什么？那选这把就选这把。可是这边也有人过来，算了，就这把，也挺好。OK，设置完毕。来，我们拿我们的钱，把钱拿好。好的，那这个30秒过后呢？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选角色了，在30秒过后，本场游戏将正式开始。哇，这个。好激动，而且按这个右键好像是按，好像按右键好像是瞄准，没关系，还可以。那么小白君的电脑毕竟也不是怪物级的电脑，没错，所以呢，当然会有少许的卡。那么这个卡呢，卡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有时候如果，太多僵尸可能会导致我这个走路的，就是延迟，就相当于延迟。不对，单人模式哪来的延迟？算了，僵尸在这。OK，我们这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演示一下我怎么打僵尸吧，就像这样子。来了，我干，先把这个打死，把这个打死，nice。OK，再这边再下一个，爆头，这边爆一下头，来老铁爆个头，走你，nice。我们技能先留着啊，毕竟没到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我们可以先不用用技能。谢，OK，可以。现在僵尸还在哪？应该还有吧？还有一波呢，还有一波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哎，来了，找到了！我这，可以。哦，那个为什么？感谢他！来，这边再来一个，你跟我来呀，小子啊！来，再来一波，来！我就不信，来呀！再来一波，OK，nice，又拿到一个金币。我们没到万分危急的时刻，也不能立刻加血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必须要等到这个血真的全部没掉才可以再加。Oh my god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有1秒，OK，开始。
第二波。哇塞，第一波我们的还原就扣这么多血、啊，哇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太久没玩这个游戏了，然后就太菜了，还是咋的？我忘了。OK， 僵尸应该从这来。哦，对，没错。哦哦，新僵尸 ，Oh my god， 新僵尸来了，他来了。可以，我觉得到我们放技能的时候了，我觉得我还没到时刻，先放一个炸弹吸引他们，然后我打这个，来，我跟你打，超海模式，管他的，加特林，来死 ，OK， 杀了，这个杀了，哇，好难打这个，拆枪，开枪，我死。我这个烟雾我看不到，而且这个烟雾是有毒的。哦，洗个秀，干 ！OK， nice。哎 ，nice 个屁！我加特林不能用了。这个加特林，如果我突然站起来的话，他这个加特林的技能就没了，所以要谨慎点用。在，彼得，我去哪里了？哦，在这，在这，原来在这。来，干我！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一格血 ，nice。只用最后一滴血也可以打败你，我快没血了，快给我加血，我们的化缘是可以给我们加血的，这是挺好的。差不多到第五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打那个 boss 了，所以呢要小心点。如果小伙伴们也想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呢这个游戏是要钱的。小白君好像是自掏，小白君也是自掏腰包自己花钱买的。那么这个款游戏呢，差不多是。最多我忘记是多少，好像是我买的时候已经是50块钱，好像是50块。那么还原二的话，好像是100多，不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如果你觉得这很贵的话，如果你觉得很贵的话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真的很，这是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Oh my god， 因为我毕竟是去某宝他们代购的，所以呢会更便宜一点。要不然真的，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那肯定是要用支付宝的。那支付宝的话。没有，他这个其实上，如果你要自己在这个 Orange 上面买的话，哦对，顺便说一下，这款游戏叫在 Orange 上面有啊，这个 Orange， 当然了，不是直接把 Orange 这个单词直接给打下去啊，不是橘子的单词啊，你要如果你可以，虽然我到时候再写在简介里面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。我是去某宝代购的，因为他这个如果是直接买的话，他需要花更多钱，至少可以减。如果是代购的话，至少可以减几个零钱。这什么鬼啊？不对，我才知道，我们僵尸根本没有减少，是因为我们僵尸没有减少，是因为 ，shit， 是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墓碑给打掉，我才发现我们的僵尸一直没有减少，干，是吧？我们僵尸数量刚才一直没减少，好，接下来加一下血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，我都忘记使用瞄准技能，管了，先补点血，那给我回点血啊！哎，回点血，他不给我回血，哎，钻石，哦 ，nice， 100块，好的，有这个钱的话，我们可以去买卡包，那么卡包的话就可以用来换皮肤啊，什么东西的？没错，这个皮肤是这个游戏是可以换皮肤的，真没想到。哇，什么鬼？我也没看到，有看到一个会爆炸的，我看到一个会爆炸的 ，Holy shit， 师傅 ，nice， cool， shit，Holy shit， 他这个卡住了吧，不行了吧 ，nice， 哎，不要过来，哇，这个炸的威力很大的，还杀死一个 ，nice。对吧？还有几个，工程师僵尸要来了，小心点。为什么不能全部回满？我都不知道。我们需要一个奶妈，但是奶妈是向日葵，真讨厌。来干一点，干票大的。走你。哇，这个超嗨模式到底有啥屁用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应该选大嘴花，它虽然是近战攻击，但是它这个它可以一招秒了一个这个僵尸。Fuck。多杀点，我大哦，二爷你怎么来了？二爷，行，二爷你行行好啊。OK， 准备，我下一局就是 boss 模式，撑好下一局，可以，3、2、1，我们已经杀了50个僵尸了。
OK， 僵尸，僵尸博士你还好吗？准备什么？抽到什么？这什么？好像是僵尸关。哦，还好。千万不要 ！Shit！ 武王，我们抽到武王了 ！Shit！ 这个武王只能用加特林来打。Shit！ 小心点，小心点哦！武王，我虽然不知道在哪里出现，总之小心点就对了。等僵尸有来，没错，扔一个炸弹。吸引他们去，吸引他们去，吸引他们去 ，nice。哎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刚才在吸引的，现在吸引太早了。没事，还有机会。过来 ，nice。这边再来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Shit！ 哇，武王来了，但是我看不到他，我看不到武王。武王在哪？武王在哪？找到了，行，可以。准备。nice！ 我就算用全部所有的加特林来打你，我也可以，就是把你打爆。马上就成功了！哇，大力回旋，干！他这个大力回旋虽然会把自己给搞死，但是很强的。不管，先用一个复活技能，先保护家园再说。保护我们的家园 ，fuck！ 我是你这个家伙，炸弹！马上就可以，只需要一小步，人民的一大步。fuck， 又是还有一只，什么鬼？讨厌！脱离社会线，我觉得不行。No fuck， shit， oh my god， 不要过来！死了！ Big pistols， OK。在这边再打一个，走开，放开我的家园！你们这些废青，我也说是不该说的。不管，先给我回血好吗？他来了，放一个炸弹。不，放不了炸弹，我们还没蓄满格。shit， 死，终于死了！啊，又是这个，烦死人了 ！fuck， 丢一个炸弹。不管。先放一个奶妈，奶妈，兄弟，奶妈，什么鬼？完了，出问题了 ，fuck， 好一些，那出问题了，哇，我们先让奶妈帮我们回血啊，再说，奶妈先，快奶妈给我回血，好，还有一只，真的是，这边再种上我们要的植物。反正等一下可以再买卡包，没关系。这边再送上。第六关，这次学乖了。这边送上。行，可以。准备好，回满血。我们站在奶妈旁边。我们可以，我站在奶妈旁边比较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满血。丢下，吃吧。我的，怎么是掉我这儿？我这个科学家僵尸他会瞬移的，我突然忘记了，他会瞬移。而且还好烦，这种东西加血器，这僵尸加血器，要把破坏掉。fuck， 这个就是最烦的，哇，这个科学家僵尸最烦的，我觉得。主要是啊，他这个三重雷射 ，fuck。准备，干死他，可以，站在奶妈旁边比较不会被打死。我已经是。我们两个豌豆射手全死啊！我的豌豆射手好贵的这个，好离线 ！No， 不要死！奶妈不要死！保护！我放奶妈死 ！Shit！ 炸弹炸死！教他做人，来死！哇、oh, ！Shit！帮我回血啊！先帮我回满血啊！谢他 ，OK， 没办法了，机枪射手先准备，等一下比较好。僵尸在哪？在这是吧？开这个加特林的时候比较好啊，因为我们先开加特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用动我们的键盘。开加特林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动我们的鼠标就好。
在哪里？在这，在这，来了，毁灭。我这什么？披萨僵尸吗？嗯，披萨。What the fuck？ 狐狸剑。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我、哦、全明星僵尸，全明星僵尸，也可以叫橄榄球僵尸。炸吧 ，nice。狐狸剑，我想弄我，没了都没有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什么僵尸传送门？狐狸剑。等，我们还有个技能，都用了，都用了，超嗨模式。哎，什么鬼？哦，他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是朝着我来了，朝着我来了，过来，兄弟，来来来，跟你们斗，跟你们斗。Holy shit， 我没想到，他冲刺吗？这是，他使用冲刺是吗？我记得这个，我记得这个全明星僵尸他是有个冲刺。啊 ，shit， fuck， Holy shit， 怎么又是你？就是你放的毒气是不是？就你放的啊 ？fuck， 啊。哦，对，其实这个是可以选僵尸的，但是呢，由于我们需要我们这个第一步，你只有在匹配多人模式才可以使用僵尸，单人模式只能使用植物。快不行，快不行了，先给我回满血，给我回满血。为什么他只能回63格？哇、哦，我们还原完了。哦，谢的，太久没玩了，难怪。我就是菜，我就是菜，没关系。没，哎不，我就是菜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我就是菜，没关系。行吧行吧，那我们就撑到最后吧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撑一会。 OK， 来了，完了，死亡圣他还活着，这个还活着。 Holy shit， 其他是好还活着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记住，不是一个人。谁在哪？不知道在哪。三个区域，有三个。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又是，又是这个，我这次不会再吃你这个亏了，我跟你讲。来来来，再打死，再打死！我找到，找到，在这，在这，这边还有一个。管他的，放出一个，先发出一个手榴再说。Nice！ 我在这，在这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来跟你正面刚，我这里跟正面刚。Nice！ 还活着吗？其他是都死了。哎，我刚才还夸你来着，你怎么就死了？哎，不是吧，这么坑爹的吗？我再给回一点血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住手！好，我们还活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可以，撑一波 ，nice！ 我现在我很紧张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来。我现在，在这 ，nice！ 火力线，火力线！我又是这个，他这个怎么那么多烟雾弹？烟雾弹好烦的，身上烟雾弹贼烦。shit， 我们还原完了，看这才第八波 ，shit， 死亡圣钟敲完，我把这个干死，走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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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，OK，、okay、走你，走你，走你，走你 ，OK， 完毕，成功了，等，我起来一下，我起来一下。完了，我起不来，我要捡金币，干！好，算了，反正可以回血。再一小火，再一小火就好。我们再打一波，我们就好了，再打一波就好了。第十关我们还会再遇到一次 boss， 所以呢，这个第九关我们撑完就好，再撑一下这第九关就好了，再撑一下第九关就好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第九关了。撑完这第九关我们就胜利了 ，nice。哦对，顺便跟小伙伴说一下这个。因为他这个游戏他是英文的，所以呢，小白君找了好多个那个拍照翻译器才找到这个真正的翻译，这个里面他这个操作怎么用？我是找了好多个翻译器，然后一直翻译，疯狂翻译，然后才翻译出来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，他这个到底怎么调，这个窗口怎么调，设置怎么调啊，全都查了个遍，然后打得贼累啊，对，没错啊，我要死，我才发现我要死啊，奥利线。欧丽姐啊，不行，还可以再撑一波，打我，我这他也可以放这个僵尸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谢了，哇这个，欧丽姐油箱僵尸，这个油箱僵尸也很强的，身上，哎呦，哎完了，shit，
shit， 准备加特林模式，干死你！好理解。哎呀，菜 ，shit， 好了，那么没事没事，我小明就。